我跟你说过，下河捞人吃的就是这碗饭。既然知道他在水里还能窜出来咬人，那就想辙捞上来。这么大的窟窿眼儿，多大的鱼也撞不上，捞的就是他。 分析的确实没错。哎，这死人活了，又把活人给咬死了。你不是不信吗？
眼见为实啊，邪魔歪道，这名堂还真不少。这些人都是冲着我们商会来的。我爸用鸦片毒死了100多号蘑菇道的人呢。如果胡总管在监狱里跟你说的都是事实的话，这100多号人确实都是蘑菇道的人。孙老七和冯二马也跟蘑菇道有关系啊。确实冲着你们商会来的。这什么虫子？从来没见过。阿切。 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把话说清楚了。这种虫子是从孙老七身上掉出来的，我在医院停尸房的漂子身上也见过。如果孙老七能站起来咬人，那些漂子说不定也能。虫子？你就不怕把尸体都放臭了吗？本来是要销毁尸体的，出了胡叔这么档子事儿，就给耽误了。耽误大事儿。 少爷，还叫少爷？看清楚了，现在是丁会长。